上路继续行驶十公里。真是观景台，那飞无人机，看一眼。无人机，这不我也收钱吗？5块钱哈，5块钱，五块钱，行。哎，有那个有开水自己倒，有开水自己倒，开水不收钱的，开水不收钱啊。好，给了5块钱，这些你们自己。这是一个扫这个是吧？扫这个。折多塘观景台，海拔是3200米。哎，远处是大雪山。下边的草地上还有一堆牦牛，这也挂了经幡。啊，这边有飞无人机的。限速20，哎，跟着走吧，别超了，太危险了。那边够急的，你房子都得热。飞度要过来了。一人自己老有啊！爬这个折多山的观雪台，4280米。呀，有点喘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我操！这，我操！哎，这上面没法踩了，全是雪了，冰了，得就到这儿了。哎，上去他妈估计。喘的也够呛了，决定还是不往上爬了，就这么着吧。4229。啊，4229。估计要到上面了，肯定够呛了。这上面咱上你这鞋，到时候摔了就麻烦了。那坡咱不行，摔了你关键，你养摔那，你这硬。